演员焦佑廷与高圆圆交往近两年，不时被狗仔队跟拍，不过他们一点也不避讳，直接让狗仔队正面拍照，两人感情越来越稳定，一点也不吝啬对外晒恩爱。近日佑圆小两口又再度被狗仔拍个正着，小两口一起来台度假，不过焦佑廷却有家不回，坚持带着高圆圆外宿饭店享受两人的甜蜜时光，直到隔天下午才一起退房回到焦佑廷位于内湖的住处。两人发现遭跟拍后不慌不忙，反而正大光明对着镜头开心比出胜利的手势。比起许多爱了却不敢说的艺人，两人堪称是演艺圈情侣表率呢。而对于先前盛传的高圆圆怀孕传闻，在照片上看起来她小腹显得平坦，看来大家想看到高圆圆生的小圆仔似乎还有得等呢。真维斯搜狐视频娱乐播报，台湾报道。我是赛车手吧，我是 Kimi 吧，看搜狐视频酷。